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秦高林，今天想给大家推荐一款我最近发现的很有趣的吃瓜香分上香。这是一款香泥，名字叫瓜瓜与茶，它是清新绵软的瓜香，后调变成优雅的茶香，很新颖的一个搭配，自然小众，不做作，男生也可以用。它是泥状的质地，涂开马上变光，不油腻，不会粘衣服，而且不含酒精，敏感肌肤也很友好。这小小的一支不占地方，外出旅行携带都很合适。这种心机的小物，建议大家包里都准备一支。